云彩行动相信生命可以改变生命，所以我们会以不离不弃的爱与大家同行。我们致力帮助社会上最边缘最无助的一群，包括孤儿、贫困家庭、残障儿童以及他们的家人。近年服务区域亦由中国广西扩展至缅甸和越南。而云彩的服务范畴分为六大类：孤儿援助，我们用家庭模式助养孤儿，希望用爱和关怀帮助失去父母的儿童走出伤痛，重拾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。同行复康路亦是我们的主力服务之一，我们会为残障或者脑麻儿童进行全面的康复教育和训练，希望帮助他们改善病情融入社会，同时亦会为他们的家庭提供援助。同时我们会为广西和缅甸的贫困儿童提供学习支援、生活照料以及心灵辅导服务。除了开办学校，亦会成立青少年活动中心，丰富贫困儿童的生活，同时关注他们的成长。另外，我们的紧急医疗能够为居住在贫困山区的病童提供及时的医疗援助，除了帮助他们支付手术费用，亦会提供长期的康复支援，令病危儿童的生命重见曙光。云彩开设了饰品工作室，为残障人士及残障儿童的家长提供就业及培训，帮助他们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，一展所长。云彩对小朋友的品格教育相当重视，所以辖下的灯塔226会透过开办多元有趣的艺术课程，走访不同的机构和地区，教导小朋友正确的价值观，帮助他们培养好品格。请同我们一起给孩子一个希望，爱的路上希望有你。